一共130，老香了。油焖土豆丝儿，这大肉条，鱼香肉条。哎呀，真下饭啊！此时我们处在哈尔滨工业大学附近，然后这边有一片然后正对着的这个门，哇塞，有点曲靖通居民楼的感觉。哎，找到了，你们看看菜单啊，十几块钱的菜。你好，要一个油焖土豆丝，一个番茄荷包蛋，一个锅包肉，一个地三鲜，再来个鱼香肉丝。可以不放胡萝卜吗？一个鸡蛋柿子汤，谢谢。就只有几张桌子，然后在小区里面，太可怕了。上菜了，油焖土豆丝儿。因为它这是一个一个菜炒，所以可能稍微有点慢。我要先开动了。咋样？我这边边太脆了。其实就是一个土豆丝摊上的，但是你莫名觉得它特别的香。哎呦，啊，快来吧，快来吧，吃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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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土豆丝香味和油香味，中间是比较湿润油润的那种。等着呢，哇！番茄荷包蛋，上菜速度有点跟不上我吃的速度。这就是荷包蛋，然后淋的好像是番茄汁。我的锅包肉也来了，锅包肉酥，有一点那种。糯感一点也不硬，不是那种刺鼻的酸味，能吃出白醋的醋味。快吃快吃，趁热啊！哦，试试，试试地三鲜，老香了。就这个调配是我刚刚好喜欢的那种，有点甜，不是特别酸，还有特酥，然后也没什么汁，就透明的这个糖醋荷包蛋，我感觉是几个荷包蛋连在一起摊的，然后一锅就出来了，哎。番茄酱千汁。就是挺普通的，挺平常的那种，好吃。酸甜荷包蛋吗？你尝尝，这能吃。这回家可以让我妈给我做。然后第三鲜的是大土豆片。咸点儿，不行，无法拒绝东北菜。尤其地三鲜，喝，好，谢谢。没有胡萝卜的鱼香肉丝，那鱼香肉丝颜值怎么样？这盆儿番茄柿子汤奇快啊！这大肉条，鱼香肉条，哇塞！喂喂，哇，吃，它是那种鱼香味儿，然后甜口比较重，用的是那种比较碎的面面辣椒，这大肉丝儿啊，太长了，太长了。
哇，我这荷包蛋太顶了。真口汤顺一顺。现在不到十二点，然后上菜可能得要50分钟，所以你们就赶早来，如果想吃的话。还好我们比较机智，11点钟来了。这鱼香肉丝是真纯，确实真纯。嗯，差不多了，开始。这打完米饭味儿多呀。哇哦，有点离谱了。哎呀，那会儿都说什么雀黑胶黏，真下饭啊。他家还有一个大盘鸡挺离谱的，大鸡腿，然后勾芡儿，撒上孜然。嗯，爽快！来，你们看看啊，一共130。老香了啊！哇塞，想吃赶早，不然真得等着啊！坐满了啊，已经，嗯，这桌等不了了。